祈请活菩萨加持，让我能够有这样的地方可以住。住着，你看在这里21楼顶，都不用戴口罩，好舒服哦！啊，空气又很好，又很美好。你看，可以看到很多道路，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房子。最主要是不用戴口罩哦。我过刚我们一起哦，就刚好哎，安尼规间挂吊吊安尼。你看在这里祈求活菩萨，让我有这样的一个豪宅，有这样的一个大空间，有这样能够看到全部的景观呐、啊，就是有这样的美好的一个地方，让我能够居家休闲都在这个地方豪宅里面，生活的快快乐乐，如神仙一般。也体验人人都有房子可以住，这样的你看树木，这个树木，活菩萨，请你加持我，让我能够早日有这样的一个豪宅可以住，可以生活在这样的美好的地方。